为什么今天这么热的天，陆翠还是要戴一个绒线帽？不知道是造型吗？可能是。我问一下 ，Hello， 你好，早上好。Hello。嗯，怎么样？一早起来喝的这是什么？奶茶。就是奶茶。嗯，我还是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下，热吗？不热。是为了不做头发的造型戴帽子吗？还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喜欢戴帽子喜欢戴帽子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戴着绒线帽去阳光下享受一下这个阳光哈。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区域啊？这是我们的游泳池，然后有躺着的地方，这里可以躺一下。对，可以躺在这个上面享受一下阳光，对不对？对。那躺在这里晒太阳和散步，你更喜欢哪一个？今天喜欢在这里躺着。好看心情，对不对？对。有没有下这个泳池游过泳？我昨天睡过这个游泳池，有点甜。有点甜？就是水很甜。你为什么要喝游泳池里的水啊？一不小心，一不小心呛到了吗？没有，是潜水，没有很深。哦。不够深。哦，是潜水。对，潜水。你用那个潜水，我的天哪！啊，是吗？说水很浅。你是说水很浅？嗯。我天哪！对不起，我错了。哎，给我们你要干什么？对，你看。啊，要让我看一下，对不对？啊，确实没有很深。我对于我的这个听力产生了深深的质疑。没事，我中文不太好。好，来看一下那个转转车怎么来骑，给我们演示一下，好不好？这个我不太想骑啊。你不太想骑啊？因为湿了，对不 对？但是你有试玩过这个吗？昨天玩过。好玩吗？不知道有什么用。不知道有什么用？玩儿，用来玩的。就这样。哦，利路修是 get 了这个车的另外一种玩法，可以站着推它。对，这个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。是运动吗？对，运动就是让不太会骑自行车的人运动。嗯，好。喜欢吗？不是特别喜欢，我看出来了。不好，那不打扰你继续享受阳光了，我再去看看你们的房间，好不好？嗯，等一下来你的房间看一下哦。好，期待一下哦。可以。哇，好，来，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就去看一看，我们几位，有人吗？那两个人都看。Hello。哦，这么快。这么快，就是这么快，因为这个他们的宿舍也没有特别大，我来到的就是利路修的房间啊，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？这个是我的床。嗯，没有了。这是我的行李箱子，能不能给大家做一个开箱，看看你的箱子里有什么好东西？大部分都是衣服，没有什么东西。哦，真的，基本上都是衣服。还有茶、提管烟，对，还有这种。哦，真的，还有这个，要不要再变装一下这个？那个不要。哦，那个不要。湿的。哦，那个是湿的。好，所以就是帽子是你出行必备的一个时尚单品吗？就是在这个节目，导演没有限制我的自由穿帽子，所以我珍惜这个机会。哦，所以你很喜欢这个节目的很大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可以把你家的帽子都拿出来展示一下。对，可以穿所有的帽子。其他的节目不让我穿帽子，所以在这里珍惜这个机会。那你一次出行戴了几顶帽子？有算过吗？一二三四，还有五，大概五六个吧。我觉得你已经把所有我们市面上能见到的帽子的种类都有了，草帽、绒线帽、鸭舌帽、渔夫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出行觉得最可以让自己扮靓的神器是不是就是帽子？对，帽子，还有手机。还有手机。好，那录制到现在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？开心吗？ 我昨天刚来，所以还不知道。好，所以第二站的感受呢还是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锁定一下。那我现在接下去再去看看别人的房间，好不 好？不打扰你休息哦。好，稍后见，稍后见啊。来，丹。哦，我知道。好，香蕉、阿娇、香蕉、太监，你太监呢？阿娇、香蕉，你太监。独莲，什么东西、啊？榴莲，独莲，说中文。独莲，你一个毒瘤。独莲，说中文，榴莲，榴莲，俄语也可以，俄语是什么？
可以，杜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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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榴莲。那我就是，我忘记他了。我是莲雾，好来，哎，好哎，我说完了，来。好，来，各自都记住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了。你说，你没有，我说完了，我说完了，我说。数字啊，是什么？要不再重复一遍吧，好不好？好好，所有最后重复一遍。好，从修修从小红开始。佛头果。佛头果 ，OK。红毛丹，香蕉。杜莲。依旧很坚持自己的杜莲。莲雾。莲雾都可以啊。哦，那我教你上海话吧。我没有武器放假了。我没有武器放假了。对着镜头说一下，来。我没有武器放假了。修修又学会了，叫我放假了。好，修修。我俄罗斯人叫我上来。Безупречное лето в отпуске。哇哇。好像很厉害的样子，你说的真的是完美的向天放假了吗？但他表情不像。不对，你可不可以拿出开心？他是开心骂了一句，骂了一句什么话？并没有好吗？怎么可能？也用那个笑的笑一个，开心一点。Безупречное лето в отпуске。好，谢谢各位。